接下来是我们恒春民谣进阶班，由杨美云老师带领的同学们一起要来表演。他们要用江湖调，用四季春来展现今天他们要唱的歌谣。恒春民谣是恒春半岛居民早期生活中留下来的生活文化，除了歌唱至于自乐娱乐之外，还是一种民族群聚的凝聚力。歌唱可以解忧愁，也可以教化人心，而且可以保留当时的生活景况。时空的转变，移物换景，现代人无法了解先民生活的方式，但是可以透过歌谣，让先民们的生活过程与岛居民、与我们半岛的居民串联古今土地情感的连结，让文化与土地的情感能结合在一起，让文化可以传承，可以保留。每年的民谣大赛，美云老师他所指导的学生都有很亮眼的成绩。那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恒春民谣进阶班的同学来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。Thank you.
分享的是四季春港口吊桥，带大家来去行吊桥。
谢，谢谢来宾，掌声，快点！哇，这个风不管多大哈，刚才听到没？老师因咧唱歌吼，做陶醉，够够乡土味的吼。